小姑，我走了。怎么回事？哦，没事儿，他那个上厕所，上厕所。上厕所还拿衣服干什么？他冷，最近这两天凉，他有点体寒。不是，我那个。你是不是你不要上厕所吗？就憋不住了，上厕所。嗯呐，对，上厕所。上完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不是，好。沙发怎么上厕所啊？啊啊！他冲上咖啡了。哎呀，不睡了，我快困了，我快点去睡觉。那他现在睡觉，那晚上咋整啊？那不又睡不着了吗？Life goes on.